杨老师，坐上我们这台车迈锐宝 XL， 来，你请进。小心头啊！哎，没事儿。好。我刚从你家出来，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嗯，我觉得你们这种。 夫妻三十七年的相处方式，太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了。嗯，没有什么可那个。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。我们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什么事儿，就是平平淡淡。我不到八岁我就知道一句话，叫做“平平淡淡就是真”。哦，你说作为一个女孩，是不是在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对于爱情、对于家庭不同的理解？嗯，是吧？对呀，就像您那个时候，就是因为爱情就直接跟潘老师结婚了。 就没想那么多，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想的多。真的，我们那时候就是，所谓的我们那时候不叫恋爱啊，我们那时候叫找对象。嗯，处朋友，就是要过一辈子的人。我们那时候好像是看准了一个人，无论是介绍的还是你自由恋爱的，看准了这一个人，你就要一辈子，就要是。 冲那个嫁的、结婚的那个目标去的，我们那时候是不会闲谈恋爱的。那您觉得当时，哎，我觉得您看这个潘老师看特准，其实对吧？您当时觉得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或者说在这个整个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他的优点，那个时候我们刚认识，咱就说，要是说有责任心呐、啊，有什么担当，那时候没有什么事儿体现不出来，只是表面现象。但是从那个。 言谈中呢，最起码能感觉到啊，这个人脾气挺好的，性格挺温和的，特别是对我，哎呀，申波老师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海天小厨房啊！哦，海天小厨房，哎，为什么姓海啊？我们用的都是海天酱料。 啊，用的海天酱料就得叫海天小厨房，对对对对，啊，那什么那个，今天我给你打下手，我负责。你给我打下手是吧？切，来，咱们先把这毛蚶呢哈，我已经让它把杀毒吐干净了，杵干净了，对对对，那赶紧水里养了，来来来，那哎，干啥？烧水，然后浇一下，完了开口，啊，把肉拿出来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传统不行，我记得我妈说的特别清楚，如果是这个毛蚶子，如果用水焯一下之后，就没有那个鲜汁了。 那干了，怎么开？所以说这个就得用硬币，用硬币。我去找俩硬币。不，这有，我都预备好了，来，把肉剔出来。我要看见哪一个，掰开了，把肉拿出来放在那里头。你看着没？哇，好，看见没？好新鲜，特别新鲜。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这种东西，包括那血都要。 注意啊，那个汁儿，那血都要。好好好，这是我妈，当年那种我非常小时候非常熟悉的味道。所以说，就您媳妇儿没吃过您妈做的那个，吃过，吃过，吃过，但是那个得必须我妈亲自做，意思说我觉得咱这样，咱这个就做个小凉菜就行，好不好？好，到时候搁水焯一下子，用葱油，葱油浇一下，就我来吧，这菜我行，那你做完我切肉，好不好？好。 我先把这么些够了啊，够了，好，那就放一下。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不对的，我因为今天早勺没找到，这个应该拿那个，那个应该用勺掰。哎，这个勺看行不行？哎，这个还行，但是只能，它这个角度不对。 对，角度不对，我不能这么掰，这么掰不动了，实在。这个土豆啊，掰的土豆跟那个切的土豆是炖出来是不一个味儿的。对，你看没？这个它没有切痕，看见吗？没有切痕，比方说泡馍一样，你切出来的手撕的是味道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放在旁边了，一会儿就下锅了，等着。
熟了，走，淋上油哈。哎呀，肉多了，多多点吧。现在说明现在生活好，生活好了。对对对。哎呦，闻着好香哎。香吧？嗯。那个豆角呢？豆角在这儿。啊，这时候就放了。咱们是洗完掰的是吧？对。洗好几遍呢。你也别闲着，你那啥，把那个你看我。蘸酱菜啊，搁在一个这个盆里头，完了不是搁这里的也行，把小辣椒都拿着，你蘸酱菜，把黄瓜拿走，把这个土豆拿走，都搁一个里头，完一会儿就上去，完了把拿个小碗，你看我闲的难受是吧？你确实挺闲的，把这个蒜水搁点水，完了把那个海天的什么酱你给我抠出来，几勺啊？两勺够了。这里面除了这个就啥都不放了是吧？啥不放？蘸酱菜哪几啊？蘸酱菜这个香菜、香葱，完了把那小辣椒，还有里那个生菜叶掰一下，还有苦菊，完了就搁这一个里头，把这个涮涮。嗯，我先尝尝它这酱，这什么酱呢？黄豆酱，还不错。老师，我给你再做好了。饿了，漂亮，漂亮！我就觉得你真的，你当主持白瞎了。你应该去饭店那做的。做个配菜是吧？对。这是主菜，这俩是一道菜。对，这我把酱直接放进来。摆旁边，对。这还真挺好看的。马上出锅了。哎，但我闻着好香哎，闻着挺香是吧？嗯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问题不大。我尝尝咸菜。干啥呀？我给你拍个照。嗯，还行，还可以。来，一二三，茄子。来，我出锅了啊。好。哇哦，这是纯东北的大炖菜。这才叫舒法呢，嘉宾。到目前为止，最让我省心的就是潘长江老师。然后进了厨房以后说：“你帮我打打下手啊，我打下手就可以了吗？”所以真的很开心。我觉得做这期节目，我一直都在享受。八年的味道，当年的味道，感恩的味道，祝福的味道。哎，你想想，那个杨老师，嗯，吃到您的菜他会什么反应？他只要不说一边的就行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你昨天都投诉过了，他哪敢还？不是，他没准的事儿，你不知道他的思维，他的思维跟一般正常人思维还是不一样的，异于常人。对对对，你做一件很感人的事，到他那不一定感人。好。哎呀，这个上边，那个搁底下，搁不下了吧？搁得下。那下面我们就去春梦餐厅找杨云老师，好吧，好，走。